门，刹车刹车，去换了雨刷了，再擦一下。就干净了吗？有啦，只是好像外面那个，外面很好像也不是很那个哈，就刚刚外面要洗一下玻璃啊，洗一下。嗯，我们是有弄那个了，雨刷精啊，你要用雨刷精它才会润滑、啊。现在要用吗？我刚有用过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有用过就好了。这样的办才有办法拍影像记录给大家看，才会清楚。把这黄昏拍了。好了，不要浪费卫生纸。OK， 下雨的金门。看你的啦，我要擦这边的仪表板啦。都是想说，车子有时候都要自己顾啊，我有弄的。有时候都要自己用湿纸巾擦一下，闲闲没事就要擦一下。下雨天，今天雨就比较大一点。今天我想要拍一个日头不照照，阳光清透了，梅雨季的金门，好，标题就看梅雨季的金门。叫桃园路六啊，桃园路以前没有这么宽呢、啊，没有这样子视线道，没有，就跟一般金门的那种道路是一样的。那、啊、后来就扩宽了，扩宽也好啦。啊？乱讲，以前也没有这样子啊，以前就是一条单的路啊、欸，没有那个、啊，反正就是分散那些中央公路的车流，也好啦，反正有些那边。金门路都是只有那个单线、双线道而已的，哦。前面那台车下线掉。啊？前面那台车啦，它的下线掉。该几日亏半了哦，下雨天，超跑也是一样，反正马力大，打黑打滑嘞。我们等下去京城看摩托车，新迪爵的，看一下价钱，价钱。是蛮优惠的，我们要看一下那个店家有没有可以刷卡分期。哦，店家有没有可以刷卡分期？金城的口令卡有啦，双外加一，我无啥介意双外加一。虽然是不维修保养是较方便，可是通常摩托车新的不太需要的，摩托车不太需要，但是金城也常常去啊，对吧？对我而言，在哪边买摩托车都一样。我还升级了哈，大波起来，那雨刷不用盖擦。以前的雨刷都自己，现在没有声音的。对啊，以前雨刷啊，就是材料那个胶要好啊，你自己买，你自己买，有时候它又你又不会装啊，又它、啊、那个重点是怎样？它、啊、自己又有时候。他会帮你压一下，反正帮你调整。老板内行的。哎呀，修。他那个很快啊，不用几秒。哎呀，我给核心修理的。从我做兵的时候，一台大巴到今麦，不要到今麦，二十几年去啊。习惯了啦，习惯这个老板，就会找他修啊。做狗一样。我们修车真的是只有这间而已的，其他摩托车大部分都是上外经验，后来都经验而已的，其他都没有了。这次想要换一家那个迪爵吧，新迪爵，买一台，总是要分期啊，拿现金出来没有这个钱的。
要拍这种影像给大家看，比较清楚了，嗯，行车记录。差不多。哦，差多呀，不是机啊，会换啦，你不看路，越刮越糊。嗯。啊，这帮。哪里有声音哦？可看的。对啊，啊，伊用久啊，用差六年啊，咱阵只中国，只中国车不要只毛六年去啊。哦，只要车还好，没什么问题。所以头头呀，品质真的是很好。那他这样怎样？小林哥又爱买一种来配，买忍者，忍者是很帅，可是唉，卖讲修要让你修到痛快啊！忍者只有货车可以啊，轿车千万唔当买，买对吧？嗯，轿车千万唔当买，加油够物件要定力派。嗯，我跟你讲，买神车还是买神车，神车比较最好。最不用花钱什么保养，也不会很东西用坏掉。嗯，不管你买那个阳春版的，或是比较进阶版的，都比较好。停机最后啦，公斤斤啊，品质好啦，就没有比较，没有那个、啊、有比较就有错，会有差别出来啊。那嘞。我找一点我，我那直接现在加中岛，现在停在那等下停一下来买肉羹面。嗯，我等下拍一下福记肉羹面。嗯，我吃肉羹面，加丁鸡啊，加跳滚腿。再来，我还配的肠猪肠啊，肠子。加几个那猪肠，那猪肠很好吃。帮他吃啊，拜托了，这已经给60块了、啊。拍这个影像要让大家看一下现在的金门啊，行车记录，每一季的金门，我现在不会配乐了啦，就是这样聊天而已。频道也快1000订阅了啊、哦，剩几个就1000了。嗯、有空反正有出期我就会拍啦，记录下金门、哦、嗯，像这样子也在记录影像啊。嗯。比较没有说没办法调多快，我都还没办法，这手机很贵好不好？嗯。当然，我这手机拿来拍探险已经算很有勇气了。嗯。也不是说那它久就你就可能那这个意思没戏吧？我就不可爱嘞。所以为什么我的影像可以拍一大堆让你们看，就是时间可以长到 4K 了，因为这容量 256G iPhone XS Max， 这是我觉得可以再战五年啊，不是再不是说再战五年，等于说过两年啊，差不多用五年哇，差不多。因为现在 iPhone 进步了没有很大，我比较喜欢我比较希望是说那个以后的 iPhone 是望远的可以拉很那个，因为我需要望远的，广角对我而言不需要超大，因为广角会变形。你那个到0.5那个哈，我因我没关系，不太喜欢。那是要很多人在拍照什么那个，那重点是用不太到，那个会变形，我不喜欢那个影像都变形掉，所以都用正常的那个焦段。这一倍应该是人的眼睛差不多55的焦段。把这款焦段了，对，是焦段左右。所以讲，目前还是会那个啦，我也不会买空拍机来拍啦，因为那个空拍机拍哦，那个也不是我喜欢的。我一支手机走天下 ，OK， 够了对不？嗯，是手机。对啊，红边啊，我可以玩电动啊，可以看一下你们那个我留言啊，直接上传啊。可以制作影片啊，可以玩电动啊，可以拍照，什么都好用。而且录影中可以拍照又没有声音，因为有时候拍探险就是一次要拍照，拍完照然后一次要拍给大家看的影像。你要是说齁，你要是说那种数位相机哦，都是单眼录影，再用那快门连咔嚓咔嚓都会有声音的。嗯，
昨天那点没什么好用，手机不会，而且容量超大，不用带记忆卡。我一直没记得丢了啦，也是努力好几年了哦。对啊，对啊，能够满1000订阅，就是说可以开直播啦，然后有广告收益的，广告收益真的是不能让我们生活，只是说我们兴趣这样拍而已，一个生活寄托，好的哦。不可以看钱，我想可能还是这类似，好像是写部落格的感觉啦哈、嗯。只不过用影片来分享。其实最早我以前有写过雅虎部落格哈、哦，那时候恰恰恰恰恰，啊这个也是一个防空降导 ，OK， 防空降导没有时间拍，没有记录到这个，刚才给大家看到了，防空降导。哦，这间是刷油啊，无咱等下到时要看好啊。嗯。这间我都快刷飞边去了。刷去一边啊，就是迄全诶，迄里啊，咱先叫名是啥？这台奥多拜来，这间奥多拜刷去边的。全台一边有吗？是的吼。你去边一边，没有个正确指标给我。在哪边你知道吗？龙门大镇边啊，有啦。龙门大镇你丢知影无？知无啦？龙门大镇你丢唔知影滴哦？啊，就是伫遐乌头桥啦，乌头桥一去一排遐钢骨的，就伊刷遐，咱等下遐好看。先食中头啊讲，知影无？龙门大镇你丢了唔知？这是即摆这是。北极路了，那么加中岛。OK， 好了，分享到这边了，就喜欢别忘订阅哦，拜拜，再见。